能不能难倒他。 Round one， 我大琵琶叫你九个窟窿流血啊！你这个破钉耙只能中敌中寸，竟敢跟我交手，哪里走、你打不过我，你又找帮手来了。你敢上来吗？你你敢下来吗？你上来，你下来啊！有本事上来，你下来。好，最后一棒、佛哥靠你了，老东西，我一耙子打死你，打你九个窟窿，没必要吧？您那东西不就是种地的吗？种地的怎么了？你上来，你上来我就下去，你下去我就上来，我打死你。你等着，我叫人去。西游记是吗？简单，好、就这么着啊！来，小杨，来来来来来，老东西，什么这，我就知道遇到你就有这把啊！好，东西啊，好来来，答案是什么？老东西，哎，你小心点，我一耙子打死你，打你九个窟窿，怎么了？你这玩意儿不就种地的吗？你敢不敢上来？你上来我就下去，你下去我就上来，别动啊！我叫人啊，我打死你。好暴力、我先帮你捋一个逻辑，什么叫做你上来我就下去，你下去我就上来，那还是没遇着。Round two， 来，请看，这个还可以吧、我要念出来吗？你不能念出来，我给大家看一下、反正后面的人是都看不到。不难吧？不难啊，不难你来。这啊，脖子以下不能动啊，只能出一些拟音的词儿啊。好，波哥准备就绪了啊。好，来，第一道门，开。哗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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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是这？哦，是一个骆驼。公鸡下蛋。小鸡捉米。是动物吗？黄老师，动物吗？是动物你就眨眼。不是啊，哗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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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猪吃屎。咔咔咔咔咔咔，是。四个地方是吗？是眨眼。我懂了，我懂了。哎呦喂，还可以啊！好，来第二道门。不啊！不能说话，不能说话啊，小圆儿。传的好不好？你看前面三个人有多丧，垂头丧气。所以小圆是猜出来是？我是猜出来了，但是这个真的没有办法往下演。其实黄渤哥演的特别好，因为他首先他是用头嘛，就我就看我就看出来有四方，然后就咔啦咔啦咔啦，我就想说应该是这个吧。然后但是我没办法往下传，就是我毕竟影帝在这里，我生前一个垮地，我是真没法，我弟弟，我是真没法往下传。让我们一起来转换一下视角，看看花花和关晓彤在宣传片拍摄现场的趣事。这山外有山，人外有人，天子在家也需要后天的勤加苦练，不要想着一步登天，这一朝一夕。